其实，做人啊，不是人啊。再好听点啊、哦！你好漂亮啊、哦，莲姐。不要讲你妈妈偷买手机。我说到这种东西，政府故意不行。上战歌班，战歌门你没录进不行、啊。对，你好。啊，要换牙齿，互动。不要出来一起拍照。然后你拢无点互动。没有互动嘛，所以人家都不晓得他在过去的行为。往这边看，那是三次，真的真的，连去都没去，点就爆了，不止哦。从拍这样拍也不错嘞，哎，换着拍照。这面也很漂亮，对，这面很漂亮。哎，颜色又漂亮。对，上来，上来，帮你拍。啊，这树干。好，一二三，没关系，一二三四。好了，我是的，他又是吧？他没有短板，有，但是短板下面都没板。快煮啊！哦，对。我们周四跳跟你们周六不一样。滑呀！滑呀！是那边比较滑啦。对，因为下前几天又下大雨啊。又走会太累啊。爬高山的人，那么两天走太累，讲的不是累啦。我有事情啊，我就干脆也不走了，我就走一天就好了。我昨天在家里坐椅啊，逃逸啦。完全10K。好，来，来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也看过来，下面的。你那没有防水？有，它有防水。防泼水。落水嘞！落水嘞！我刚上去干嘛？在等老师了哈，老师在后面。
台湾泽兰常看到。那用炸的哈、哦，不要清清炖，你吃过？清蒸哈，薄薄一点啊。看我都不曾看过还清炖。啊，这样子的，只有台湾这边的，换一个本方，只有台湾有，台湾北美北美，你看，现在为什么？那个萧南那么贵，因为沉香没有了，太多精油了。有那些真的就是浪费。你看我家的木头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对啊，听说不好，对，听说不好，对，听说不好。六零最好六零还是。再讲一次。有录到的。啊，播到 FB 上面就讲啊，再讲啊。还没有录下，还没录完呢，还没录好。一美更好笑，他看我是这样看，我骂的时候他就突然看我，跟下来。刚刚那一段有录完。其实这苔藓类哈。它身体的作用是含水量，它因潮湿的时候呢，下雨的时候尽量饱含水量，然后等天气不好太热的时候分泌，把那个水分分泌出来。它在中身里面扮演了很重要角色。什么东西？苔藓，含水盐，吸水，它会吸水。哎，不要拍照，不要拍照。哎，又亮亮的。哎，这样拍过去很漂亮的。哎，回头了，回头了，回头。夹米，你有看它果实啊？赤红味的，也是很漂亮的树，很漂亮糖类，味道够，它就会长出来。伞放下来了哈，现在一二三，你伞先放下来哦。来，你伞先放下来。来，先要喊一二三，我再放啊。好，一二。长鸟不到。手上没拿到。